小白，帮我把它打开。小白，哇，啊，就在老板娘，她就在这边。哈嘿嘿，我得把另外用水那个。至少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哈。对对对对，嘿嘿。啊，它也结扎了啦。结扎了。嘿，伊拢养嘛。干因为安尼点点，它袂讲发情的时候，现在吼果果还有菜花什么，就是。那收据呢？麻烦您帮我就是转交给那个小姐。他帮我谢谢他。啊，好，感恩哈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拍一下他。哎，乖哈。等一下下。啊，你们这边是隔壁会打狗狗吼？哈，因为往海拢会共飞啦，会共飞啦。哦，两个鸡足水个哈。嗯嗯嗯。哦，两个鸡足水个迄个，嘿。